接下来请欣赏相声《道行论》，表演者打交友吴相庆。希望您别厌烦，一会儿我们哥俩下去了，后面这个新鲜的面孔就上来了。俩人也都是没什么太大名气，是人家一再说这业务能力也比较弱，对，当消友不消气，嗯，来的都比较晚，是，你不像刚才那两位演员，这个小龙啊，还有这位叫小龙啊，里头那七霄童啊，对，这都比我们早好些年，对，这来的都是近十年的人了，是老演员了。啊，跟您这比我们是有一定差距的。哎，没法儿，导游的，希望您多多担待。嗯，心情是一样的啊。演员站在舞台上就得卖力气给您演出。那当然了，您是花钱买票来的嘛。哎，我们的衣食父母是啊，坐在底下，我们全指着您这票钱了。嗯，啊，跟外头您到外头其他的消费是一样的。那一样吗？外头的消费啊，啊，就是买与卖之间的关系。对，进来之后您跟演员也是这关系，是您坐在底下，您是这个买主，嗯，我们是卖主，表演，嗯，卖啥？你想我卖啥？天真的问一句，卖啥啊？加钱什么都能卖。加钱，加钱加多少钱？一百块，一百就是一百起了，加一百呢，加一百你问问我们吗？两百，一人一百。一人一百，开玩笑，豁出去，还能卖不卖艺呀、啊？哎，站在舞台上把各位逗乐了，是让您满意而来，满意而去。嗯，尤其是今天有没有头一回上我们德云社听相声？有是吧？或者还有举手的？是，啊，骗进来这么多，更得努力。变一下啊！不是骗啊，吸引进来很多这个新的观众。对，头一次到德云社听相声，不能让各位失望。哎，得给这个新观众留下一个好的第一印象。是啊，您进来听，您看我们今天整场演出一共五个节目，两个半小时。对，尽量每个节目也都不一样，每个演员的特点特色也都不一样。没错啊，尽量的就是想把您逗乐了。是，起码你得有一场是你喜欢满意的节目。是啊，当然也很有可能。五个节目你都听完了，啊，觉得有人说跟我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，是啊，差点没有我想那么好笑哦。这五个节目也都一般，嗯，也没有什么出名的演员啊，也不是网上看的那些个人啊，嗯，一般。希望您别对我们丧失信心，真的这种情况的话，对，今天晚上您听完真觉得，哎呦，德云社不是那么如意，嗯，要很正常，也很正常，朋友们，哎，因为他这个。节目的相声，它这节目有好多种类型的，是每种今天这个类型啊，您确实都不大喜欢。赶巧了，明天晚上我们还有一场演出。对，这您不要乐啊，您不要乐，因为明天晚上的节目就都换了，哎，不一样了，那又是没票了类型的，是没票，您非得抢下下周的票。总之呢，节目肯定不一样啊。咱就说，哪怕明天能买到票，明天晚上你再来。对。五场节目，你再听耳目一新的感觉，不一样。哎，你听完可能还不是很满意啊，再来。不满意没关系，后天晚上呢，哎，你买张票再来，来哎，你接着听，因为每个演员拿手的也不一样。是啊，后天我把自己当家的那个花拿手的那个作品，嗯，在舞台上表演了。是，哎，绝对要把您逗笑。对，不满意的话呢？不要。别退票，别退票，别退，这么容易对我们丧失信心吗？是，我才多花了三场钱吗？哦，你从大后天你再来，再来，你就连着朋友们，不用太多啊，连着看一个月你就明白了。明白什么呢？这帮孙子真骗钱。一个月才明白，那第二天我就明白了。不能老这么对不起观众，就是就得卖力气演出。
出。嗯，做买卖和气生财啊。哎，是啊。你现在到哪儿有那么傻的顾客呀？你到哪儿去，你服务稍微差一点，东西稍微差一点，人家就没有第二次再来。哎，再也不来。现在都是这样，很残酷。对。啊，对这个服务要求很高，竞争激烈。啊，那不像过去，朋友们。过去呢？过去旧社会的时候，那个五花八门的。可不是光讲究和气生财的这四个字了。是啊，过去你比如说做买卖的啊，他专门他有那种啊不能和气的买卖。什么买卖？不是都客客气气的，欢迎您，欢迎您。不是都这样的。哎，您进来，哎，常来，下回再来。这是和气，也有那不和气的。有什么呀？卖棺材的啊。我卖棺材的，欢迎您进来，是时候咱这棺材了，好不好？帮后底词是好不好？是是，不能说这不能和气啊啊！也有那种过去不和气倒没什么，旧社会的时候最可气的有一种买卖，怎么了？专门欺负人，买卖欺负人。对了，这买卖还有一个名字叫气死三条人命的买卖。什么买卖？气死三条人命的生意，朋友们是什么呢？当铺，典当行。对了，现在。叫典当行，现在都公平交易了。是啊，过去旧社会可不是。过去呢？那会儿那个当铺啊，咱首先来说这个环境就够人生意做不起的。什么环境？你现在到这个典当行去啊，很正常。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见过，就是进去之后，它有一小柜台，对，柜台前面有一座玻璃窗户，是，哎，都有一小窗口，你跟他在那儿交流，递东西递钱，那都能看见。过去的当铺不是。过去呢？一进去之后，它那柜台特别高。高，您看那个电视剧里头演以前那个当铺啊，你都得抬着头看上去，仰着脸，跟他当东西都得举着手上交易，因为你看啊，一人多高，是像我这一米九的个儿，我进去看，这么啊，您多高了个儿？一米八五的个儿，你多高的个儿？你真是的，一米六。一米七几高？说实话，一米八，一米八，一米八，还是一米八，一米八，到底多高？一米七三点四，大哥，这是真的。那你晕什么晕？没人信了吧？一米七三点四，真实身高，反正就是进去之后，你都得昂着头去看看。是啊，他上面那会儿没有玻璃啊，木栅栏一根一根的，留一个小窗户。哎，你要递东西，得垫着脚尖儿，顺着窗户递进去，不容易。后边站柜台的啊，把那东西拿过来之后，看半天，看什么？看半天，看这材质啊，新旧程度如何呀？都得瞧，瞧完之后他好说这多少钱呀？多少钱？他不开价，那他问你。先问你要当多少钱哦，第二期就在这儿了。哪期？一般他给的价特别的低，因为你想什么人去这个当铺啊？什么人？都是穷人或者急用钱的人。对，有钱人家谁没事到当铺当东西啊？用不着啊，他利用人家急用钱这个心理，把这价狠狠的往下压。是，这就第二期。在你第三期，你一听他张嘴说话，你就生一肚气。哪？怎么了？他说话拉长音。或者长音拿枪拿掉那个感觉让你特别讨厌，那怎么说话？他要问问你当多少钱呀？看来看去，这件东西当多少？太长了，他也不是故意，他有原因。什么原因？因为旁边有一个写当的先生，一会儿这东西要是收了，他就得唱当。什么叫唱当？喊出来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日期收的？多少钱？新旧程度如何？这些信息得喊出来。旁边的写账先生得拿笔记下来。你喊得太快，他记不住。是你必须得慢慢说，久而久之养成这习惯了。哦，您看为什么我对这个当铺这么了解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单位有同事啊，过去他们家里头就在当铺干过。谁呀？就刚才那小子。哦，他就刚才那东西。他过去什么叫这个东西？他们家里头有人在当铺干过。他们家谁？小龙他爷爷。哦，过去在北京城的当铺里干过。是啊，小龙他爷爷。
这个老龙当年在当铺里头干的时候啊，不是小龙的爷爷叫什么？老龙啊。小龙的爷爷叫老龙，很正常。那叫小龙，更不像话。他爸不叫大龙吗？啊，这么挨辈儿，咱不知道叫什么啊。小龙这是艺名，对，小龙姓郭，哎，啊。经理，这演员姓郭，嗯，他爷爷不出意外应该也姓郭，谢谢。咱不知道他叫什么，只知道王三啊，称这位叫郭三爷。好，这郭三爷年轻的时候啊，在北京就是一地痞流氓，小混混，啊，整天都无所事事，游手好闲，但是也没钱花呀，想着找一工作吧，找来找去就找到这个当铺里头去了。是的，站柜台这种工作他是能干得了吧？那过去那都是得从小学学徒做买卖做生意的，没错啊。他就想着干个力气活吧，啊，脏活累活的都能干。对，人家面试问问他呀，说您都能干点什么？你想干个什么工作？嗯，他的意思脏活累活都可以，我不挑，都可以让我干，挣钱就行。他说出来人就误会了。他怎么说呀？我什么都可以。这么说话呀、啊？这就是这郭三爷说话的特点啊，他性子也慢，说话也缓啊，一这么说话还说什么都可以，人家都误会了，人以为掌柜误会了，哟，什么都可以啊，而且听说话这状态，甭问呐，这肯定是在别的当铺里头干过呀，啊，要跳槽到我们这儿啊，啊，那行，那这样吧，您给我们先占个三柜。三柜，过去站柜台，当铺里头分头二三柜。怎么分？头柜当的是房产地契最贵重的啊。二柜是金银玛瑙珍珠首饰，好啊，这些的东西。二柜最后的三柜，三柜是平常百姓家里的旧东西都能拿来当。哦，您给我们先占了三柜，分都干得好呢。头柜、二柜再往上升，慢慢来。你这不误会，你跟人解释清楚啊。哎，对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没干过。是啊。我说脏活累活都行。你再看郭三爷，他呢？勉为其难吧，先占个三柜吧。那我就他还同意了。掌柜的一听，行啊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今儿您就走马上任吧。哟，换身衣服吧。一换身那站柜台掌柜的衣服，啊，往柜台后边一站，觉得自己了地了啊，体面了，光宗耀祖了，觉得。哦，昨天我还是个臭流氓，今天就占了柜台了。何愁我的后代不说相声？怎么琢磨呢？可是您记住了，啊，他可没学过徒，不会收东西，不会唱唱这些，他都不懂。没什么难，但是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。是，还真来了人当东西了。这位当的什么呀？什么东西？脑补，您各位知道吧？对，好，都知道。脑补哎，就是一个，这也是剧本上写的，都知道。听哥说都知道，脑补不知道吗？脑补是知道，解释解释。啊？哎，对了，差得很远。对了，差得很远。孩子说的大差不差啊。孩子说和尚敲的，和尚敲的叫木鱼啊。但是脑补也是乐器。是。我一说什么您就知道，《西游记》都看了吧？《西游记》里有一集，黄眉大夫，黄眉大夫拿那个东西给孙悟空，啪。扣里头那个，把猴子扣进去，就一小乐器，或者也叫铜镲，鼓起来铜的，然后周围一圈都是铜的那么一东西。是，他那小本有一副。这位为什么有这东西呢？这位是乐队的一个乐师。啊，按说吃饭的家伙不能拿着这东西当的呀，收拾人没办法。母亲生病了，急等着药，这个没有钱呀，用药啊，急等着。急用钱，只能把这东西当。包好了之后，拿着出去，你想他心情能好吗？肯定的。作为一个儿子，母亲生病了，啊，看不起病，给当个吃饭的家伙，不容易。一进当铺，又看着环境，这柜台这么高，啊，心情很压抑。是，先生，当东西，嗯，您看看吧，垫着脚尖儿，太高，递进去，嗯，站柜台的正是这郭三爷。赶上了，郭三爷拿过来打开一看，坏了，怎么了？他也不认识，怎么办呀？您各位都不知道，脑博士这地痞流氓，他能知道？他也没听过戏，没见过这个，不认识他好，你问问呀。对，哎，您这什么东西？您当多少钱？或者问问旁边的铁匠先生、掌柜的都行。有认识的？他还不问，
他爸在露馅了，一问他，让人知道他是外行。哦，他想了一主意。什么主意？这样，我呀，我先问他要当多少钱。哦，哎，问他当多少钱，我把他的价往狠狠的往下压。压他一听，他觉得不合理，这价不合适，拿东西走人了，我就不用收这东西了，一会儿我也不用上当了，省事儿了啊。就这主意，我先问问他当多少钱吧。好，这些东西当多少？先生，我这东西我买新的得30块钱，这用的也有点旧了，我不多要，您就给15，成吗？15块钱行不行？15太贵，不要。15都不行啊？成，您说，您说能给多少钱吧？5毛，就5毛钱，你疯了吧你？你们当铺欺负穷人、压榨穷人，我理解，你也不能这么压榨吧？是5毛钱，你这是喝我们穷人的血呀、啊！这是拿东西走人，当了，还当了？他想着少当少赎啊！啊，5毛钱够了，5毛钱够抓一副药了那会儿。是是是，先当了再说吧。啊，利息还少呢。他一说当了，郭三爷愣住了。你再考虑考虑。没想到，我不考虑，1毛钱够了，赶紧唱当吧。啊，唱当坏了，不认识这什么东西啊？那怎么唱啊？只能编了。编？没办法，你只能瞎编了。拿起来这俩毛帛，啊，什么东西？铜的，鼓起来的。你说什么东西？哎呀，血！一说血，旁边写账先生笔拿起来了。哎，怎么着，您这？鞋，缺箍短袢儿，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儿。草帽，鞋上先生都愣住了啊！什么东西？是啊，铜草帽，倒是他妈铜的，是草的呀？说不清楚了，救火用的啊，带着那玩意儿救火。那不烫脑袋了吗？金属的，带着那玩意儿救章鱼大丸子。这好家伙，我发现你这个新同事你很有意思呀。啊，你怎么这么幽默呢你？铜草帽啊，你怎么想的你这是？哎呀，行，刷刷点点写上票。啊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是5毛。才5毛钱？你收了这东西才5毛钱？啊。好像你买一草子他也不值5毛啊，你太便宜了。你不光幽默，你还很有能力呀、啊、你呀、啊、哎呀，不愧是跳槽来的啊。5毛写完四当票递下去，底下那位也愣着，接着当票一看，铜草帽，别傻，救火用的铜草帽。铜草帽，确认你先生您没看错吧？啊，我在乐队这行我干了30多年了呀。怎么样，我一直叫错了吗？救火用的，他是我救过火呀。啊，我忘带他了。幸亏没带。他怎么没带呀、啊、你说。行吧，管他叫什么名字呢，回头书还是我东西不完吗？拿钱就行。5毛钱给我，拿着5毛钱当票走了。啊，抓药去了。是，转过天第二天这位又来了。又来了，因为5毛钱不够花的呀。母亲的病还没好，今天还得抓药，得接着当。当什么呢？今天拿了一个单皮。哎，单皮，单皮，有知道的吗？他都知道啊。又都知道。你又知道了。行了，别问了。单皮，单皮鼓。啊。乐器还是乐器。单皮鼓呢，就是一面是鼓面啊，另一面是空心的。是。要拿这个木头啊，箍一圈，木头弄一圈，把这钉子把这木头箍上，把这牛皮罩上去，嗯，再钉子再钉一圈，就这么一东西，单皮鼓。是，哎，拿这东西包好了，又从这当铺来了。啊、今天走的路上，这个脚步就轻松了很多。为什么？总觉得在期待一点什么。这什么心情啊？一走进当铺，哎，您在呢，铜草帽先生。有外号，佟先生，佟先生，我还当东西，来来，您看，对，你昨天使劲儿啊，打开一看，啊，
这郭三爷肯定还不认识了。那当然了，挠脖他都不认识，单皮骨更不认识了。好不，想了想，还是昨天的主意啊。昨天压的不够狠，哦，今天我再狠一些。是，我非让你拿东西走人。嗯，先问问这件东西当多少？先生，咱玩笑归玩笑，我这东西啊，说实话，我买新的得50。哦。这用了还没半年时间呢，啊，不多要，哎，您就给写10块钱，成吗？就写10块。哦，10块太贵，不要，10块钱都不要，行吧？您给多少钱？嗯，3毛。3毛钱？啊，昨天30的东西给5毛我忍了，今天50的东西你给我3毛钱，是大了。到底那都废话了吧？你有病吧？太不知道了。我没病，我妈有病。我妈等钱抓呀，你赶紧唱大，甭显摆了，快点唱大，不想听你唱大的了。稀饭热了你，没办法了，只能编了，接着编，接着编吧。啊，拿起来一看，什么东西啊？空心的。一面说这是皮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，哎，喊了一声鞋，来了，这模样哎，哎呀，我吓了一跳，就等你收东西呢。哎呀，你可终于收东西，我等了一天。昨天跟我媳妇儿啊，回家跟我媳妇儿一说，说今天来了一个新同事，哦，收了一个救火用的铜铲帽。对。给老媳妇乐死你知道吗？红草帽，本来我媳妇不想让我干这行了，怎么呢？他们嫌挣的太少了啊。但是昨天我回去跟我媳妇一说，她说我这工作环境太好了，每天跟相声演员在一块儿，说你很幽默。哈哈，今天又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啊？哎，讨厌，我拿个什么呀？这是。鞋，那都有人替我哭了呀。鞋，碎木传就，钉子拼凑是。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一个，洗脸盆什么东西？小皮洗脸盆，碎木传就啊，那玩意儿它不漏水吗？那玩意儿，你拿那洗脸盆浇花更实用吧？啊，旅行用的，它必须旅行款的，在家不能用是不是？你可太有意思了，多少钱啊？多少钱？3毛。这么神奇的东西你3毛就收了？你他娘是个人才啊你啊。别捧他，写当票3毛旅行用的小皮鞋脸盆，写清楚了啊，撕下来递给底下妹妹。啊，又愣了。小皮鞋脸盆啊，不相信他是旅行用的啊？我旅行过呀。是啊，我忘带他了吗？没没带。你这位先生，你很有意思呀。啊，你在这等着我，你一步也不要离开。哦，我这就买几个橘子去。要干嘛？我这就回家找东西去。哦，还大，我还大，你等着我。对，拿着当票跟3毛钱回家了。嗯。推开门，把这当票3毛钱往床上一扔，是翻箱倒柜就找东西。哦，母亲还生病呢，对，重病不起啊，在床上躺着就等着抓药呢。是，母亲问他呀，啊，孩子，药抓回来了吗？老太太闭嘴啊，老太太，你再扔你死不了。等会儿什么态度？不要妨碍我找筷子。翻箱倒柜，找出来了一个什么呀？帽镜。好。都知道啊，沉默的都知道是吧？帽镜啊，啊，帽镜乐器啊，不知道吗？帽镜啊，帽镜是乐器吗？
镜子啊啊，这回是一镜子，老式的那种镜，现在确实不常见了。对，它底下有一个木头的底座，嗯啊，上头呢一面是水银面的镜子啊，四四方方的，一面是木头背板儿，哦，在下面有个底座托着它，是，哎，抱着这抱镜就出来。当然，抱镜子您记住了，这个单面镜镜子面要朝自己。为什么？你走的路上别晃着行人，别晃着人家别人了。哎，对。第二是你别摔坏了，这么能保护着点儿。哎，这回抱着这镜子出来，心情完全不一样了。什么样？别走还别说话啊！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太期待，没关系，一会儿就有新名字啦。都磨着呢，有点跑进大洞了。哎，你好，我哎，怎么了？童草帽先生呢？小皮洗脸盆先生呢？他人呢？人呢？哦，替班了，他在后边吃饭呢。哦，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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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只瞪给他，认准了。郭三爷在后边正吃饭呢，啊，一听说有人找，是饭碗，当时就扔了，准是他。太逗了，那也得去啊。往前刚走两步，血浪先生饭碗也一扔，哎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前头一看还真是他。那，兄弟啊，别当了，缺多少钱我给你吧，不用还了，行不行？太难了，不是钱的事儿，那是快乐，是一种快乐。哎，别废话，嗯，来看饭宝，看，投篮是。按说朋友们，按说镜子这回该认识了，总该认识了。你再混蛋，你镜子你得认识啊，得见过呀。可是您想，刚才这位抱镜子的时候，这镜子面朝自己，啊，他是这么直接就递上去了。是，这郭三爷把这镜子拉过来，他看的是这木头背板哦，他没看见这水银面这镜面，啊，这犯愣呢，这是一什么东西啊？这响呢？底下那位等不及了，催他，哎，别愣啊，别愣我，问我呀，大哥。亲，不备受敌呀！啊，没办法了，这件东西当多少？你瞧，你给多少钱吧？嗯，一毛大了。我大了，而且我告诉你，嗯，一会儿我就赎回来，我就要听你唱当，快唱当，快！对，你快唱当吧，快唱！人家当还不唱当，兄弟好样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你儿唱都好了，没办法啊，只能接着编了。这怎么编呀？写，嗓子快哑了，时刻准备着。写，这什么东西呀？四四方方木头的啊，下头有一个。上头有一个东西，这什么东西呀？写，缺砖短瓦，碎木攒镜，木头小坟碑一个，什么东西？坟碑啊，木头小坟碑。你很有创意呀！是啊，收这个玩意儿干什么？好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啊，一毛是不是？一毛，撕当票递下去，哦，就要收当。是，收当把这东西收起来。嗯，一收起来，转过来，这镜子面朝里了，照着里边的东西了。哦，郭三爷看见了，他以为是一回事呢。是，哎，别麻，别麻，还有。内有八仙桌子一张，太师椅子两把，暖壶一对儿。内有一人，好像是我。我怎么瞧他？他怎么瞧我？哦，这是镜子，看出来了。